他不见了，他没有的DC，他断线了是不是？八点被霸凌了，原来现在的这个霸凌有没有直接让他断线？新八点六啊，新的，这是新的，直接消失啊，八点六，我们少了谁？就是他成为八点六了，直接重连线里面消失了，啊，好猛啊，他这样子超奇怪的，我也很不习惯啊。我换一下，你还有比这更早的？有啊，也太大众了吧！好亮，哇，哎，我这个就这样，太大了，哇，眼睛才是绿色的，对啊，刚去宝仔上了波浪服，感谢生母幸运，然后后来，你这好像观众哦，对啊，有一种，等一下如果观众场，你应该就要在对面了，我要乱录一下。我最早是近视这个，你以前黑眼哦，没有了，太黑了吧？我跟我什么都没有黑，扫帚的skin哦，超早的，那个肤色应该是墨西哥人哦。你的那个腮红也太红了，白痴！天哪，我跟凡一都是正常的腮红，这个感觉拿口红在画，拿妈妈的口红偷画的，蛤蟆的口红，嘴巴缺氧，发紫，换回来，太丑了，杰克嘞，不闹储存。 杰克消失了，数据机炸裂，网络全断。哇！开台的瞬间，开台瞬间，看来今天的八点六有点猛啊，直接让他有点猛哎，爆了，真的。那这样就是，来了，所以这个是不是他吧？这是啊，是啊，到账号吗？不是，到账号，哦，到账号，崩掉，崩掉，崩掉。 一定不是他，你看通话里没有他，一定是他。哦，到账号了。其实那个杰克先家里整个那个被攻击，然后登账号的不是他这样子。然后等一下他的那个 ID 就被改成动力火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自己跳了。让我来为波浪服，波浪服，一嘴马上跳，秒跳。感谢陈，也紫色了。 好，我们那个王国之战20又有小幅度的更新，小幅度，在选择战场这边 ，L 大家又多了一个哦，但不是新地图，是随机地图，新选项，新的选项，哦，这是好平衡哦，这是好平衡哦，这个很不错哦，哦，这个随机地图帮大家测试是有的，好不好？ 只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测试的时候，几乎都是同一张而已。<笑><笑>我现在用手机网络，中间大陆也有做一些改变。手机网络，对，你现在用手机网络，你别了吧，数据机炸开了，会卡吗？<笑>
现在是还好，现在都看起来正常。好好啊啊！帮你测，帮你测。好好。所以你是用笔电玩、啊？没有用桌机。那你怎么连手机网络？你只有插 USB，、啊、插 USB 就好了。哎呀，好猛 ！USB 还有准备。请问在我旁边那个你真的是这个 skin 吗？对啊，真的啦！我以前真的用这个，看着好讨厌哦，这好奇怪哦，哦，居然，好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。啊，我掉下去了啦！那二零现在的中央大陆分数会那么难取得了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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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鞘刺，但是没有烟火啊！鞘刺没烟火 ，QQ 没有你们高了吗？你们上次没有烟火，也是一样玩得很开。有啊有啊有啊！没有，我们上次有烟火才玩得开心。嗯，上次决定不玩了。上次你们就是好像是中途死掉，然后烟火喷掉嘛。啊，那就是因为没鞘刺啊。没有没有，就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换场地，换场地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二零好了，二零好了。踢了他。等下，这个配色是不是你跟麦当劳合作？对啊，是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再帮二零测试一下中央大陆。好，杰克还没进来，杰克嘞？哎，杰克又不见了，不见了，糟了。杰克脱鞋啦！啊，哇，不太妙。好啦，还是观众场好了。嗯，好，直接观众场。对，哈哈哈哈哈。哇！来了，他进 QQ 咯，他进 QQ， 没有进牛博士了啊！这一切的一切就怪那个杰克啦，杰克啦，杰克哦，杰克，一切一切都是杰克啦。好啦，该跑步喽，该做事喽，打塔喽。那我们赶快先做那个啦，跑酷啦。呀、yeah, 哦，这个颜色真的好漂亮，我好爱。做事做事，跑酷跑酷。啊！你怎么把枪打坏了？哎，这个吗？等等，要确认一下是哪一个？这个吧。哪个？你说摔死那一个？中间的那个、啊，看。哎呀，我下去啊。对对，这个没错，这个没错。我们是红队嘛？对啊。你走错队了，你不是另外队的吗？我是红队的，你不要这样。观众吗？观众吗？不是，才不是。哇哦，你要这样玩、哦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要跑很远的。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哦，知道跑去哪？所以要跑到其中一个点的时候，突然转弯，然后对啊对啊，他继续往前，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跑，但是，等一下，例如我们在这里让他可以上去，哎，我分类又变了，等一下，然后这里没有路。哇，这个真的是要试过好几次才知道哎、欸，在这里给他们一点提示好了，一点点。对啊，可是他们是生存模式的话，可以看那个啊，对啊，他们可以看方格啊，所以其实好像也还好。对啊，对，对啊，还好还好。嗯，干嘛右手？我要左手拿屏障，不然看不到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左手拿屏障看不到。哇！你副手拿也可以啊，没有不行，副手拿不行。我拿可以、啊，他只会一下子，他会消失，过一阵子会消失。是你移动太远吗？因为我一直拿着还是有啊。消失了，我看一下看消失了。嘿嘿嘿，还是空手？
不行啊，我现在只有我现在副手拿着啊，没有举手。嗯，我不知道，副手有了，我副手也有，我拿着副手就可以了。我要过一阵子它就全部消失了。我的分类，你的分类怎么了？还在哇？还在小游戏派对？还在爬塔？你还在掏？还在掏什么的啦？Power Unite。哎，烟板。哎，第一个观众进来了。第一个观众，第一个观众进来了。哎呦，就这炸开了、欸嗯。所以现在是什么？喜欢见到你。啊、这是手机。哦，那手机也炸开了，手机都不稳。没关系啊，杰克你就先选红的啊，至少嗯还有机会。反正你真的不行，就把你分解掉。对啊，把你肢解啊，把你分解成烟火。嗯、对对对。话说他自己怎么还在这儿？赶快去选队啊！好了好了，走，我进不去，不要再蹲下了，他自己。干嘛、欸？这个好可爱哦！自己走，选队，他自己。高追的，对，他自己走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啊！真的好可爱。他自己这 skin 是最原始的，是不是？啊！等下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像紫令的、欸欸、哦，这个绿绿的。哎、欸，你们谁用紫令杀的哦，你这样不行啊！僵尸啊，这个。哎、欸，团团，这是星际异攻盾啊！背后你有你的脸呢、欸，我看。哎、欸，你们一模一样、欸、哦！对耶，他把你的脸捞在屁股后哎，哇！哎、欸，你看，哇！团团，你为什么把骨啊？我要跟着他啊！掉下去了，我要跟着哈基。我爸猴子，我爸他们以为那边可以转弯。哈哈哈哈哈！掉下去了，好坏，好坏哦！是谁啦？好坏的，掉下去了。那个蓝衣服都好莫名哦！哎、欸，你怎么换回来了？不是换的，用不下去了。skin 不是应该要用最原始的吗？有啊，他自己不是用最原始的 skin 吗？我难过，我难过。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用这种？对啊，我就是故意的，然后这么故意的。好可爱的西瓜人，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睛都在最上面，超好笑。对啊，你要不要改这样啊？太强了，好强、哦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有一点缺点，就是他头没有破。哦、对呢，要有切开的感觉。脑袋瓜破也太血腥了吧？切开来，怎么血腥？这看起来更美味。哎，你们上次谁没玩哈基跟团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小心那个姨哦，很恐怖哦。好，哪个一我也没玩，那个一很恐怖哦，那一很猛是不是？还蛮猛的。什么一吗？那位一呀、啊，那个黑白的吗？他很会玩的，我觉得还蛮会玩的。哦，感谢超级留言，有人说要破西瓜啦。有，我记得那个我们是有斧头的嘛，对不对？二零，哎，所以我们是可以破西瓜，它这里可以跳进去。啊？嗯，为什么重生点的地毯变了？重生点的地毯掉不去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变黑？有没有？哦，怎么变色？这样不行了吧？这是哈基设计的吧？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哈基设计的。对啊，哈基把重生点设计好美哦，我觉得好对称哦。嗯，说不定某一次我们可以请二零特制一下战场。哈哈哈你要问说这是谁弄的哦？哎、欸，他外面死了一大片，为什么？啊？外面突然死一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来看这边，你来看这边啊！看这边。你在哪？我这边。嗯。好嘞。你们用了什么心机？太心机了吧！太坏了吧！白痴哦、喔，这最好走得了嘞！难怪死一片。你们的指引都是假的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没有人找得到啦！天哪，可以啦，有耐心一定找得到。有，我相信他们可以的。有人要跳下去了吗？有人要跳下去了吗？有，他们应该学乖了吧？应该不会想走那里了。我怕他们乖一点，好坏啊！奥利阿比，有啦，这里可以走了。嗯。能够走到这里就很了不起了。哎呀，